搞砸。队长听到今仔日有渐渐了解发生什么代志啊？有哈？哎，你陪人来上课？好。好来，咱就这课吼，解读解读，就是讲，因为我参与这个民政府的过程内底吼，认真去读这个新台湾论的时阵，我发觉讲，哦，原来过去的教育内底吼，有太侪错误的认知、价值观，藏伫咱的头壳内啦。我读了后，对这去比较，去排除讲，哦，原来我较早想的，我俩准对的，俩准真理。俩准是信用咧实践诶，结果用法律来照，拢错误诶。因为咱今仔日台湾人可怜伫咱活伫即个政治诶棱角诶中间咧滚架，啊，所以咱走袂出去。所以咱会拄着有问题，激烈啊，啊，咱发生问题，群众诶迄个社会压力起来，啊，就产生社会运动去游行，啊，游行了。就结束了，问题还存在，就咱亲像最近迄个油的问题，但是迄个负责人油源无代志，但是油的问题要一直咧影响咱身体，影响咱规个社会大众。但是进入这个体制内底的司法啊，也是讲这政治单位根本就无法度去解决咱人民即马所拄到的问题。啊，所以这种叫做政治联盟啊，吼、哦，政治联盟就是，他拄啊，秘书长有讲，台湾村能法律能力，啊，因为咱台湾拢无法律的认知啊，咱走袂出来啊，咱像咱俩阵咱用暴力的、用抗议的、啃石头的、抗议的，也是老火的，这种安尼讲有效。过去可能伫一个体制内吼，伊甲你锁掉的，啊，伊会甲偷偷甲你偷吼较灵的。但是咱游完了，搁绑伫暗棍啊！这个政治的锁链，还搁绑伫暗棍，所以咱无法度逃出来啊！啊，今仔日为法律的角度来看，看台湾，就是今仔日要讲的解读解脱的这个问题啊！吼、哦，用法律的角度来看，来啊！头先要改的是这个思想的毒哈，思想的毒，这个咱讲的毒哈，就是讲会影响到咱判断的认知的一寡。基本的价值观啊，迄种叫做思想的毒，也是讲一寡过去咱教育文化影响着咱，咱拢会安尼思考的，基本上会安尼思考的迄种的观念啊，但是迄观念是唔对的，吼、哦、啊，咱倒倒来看，啊，台湾民政府真诶也假？其实即个问题是咱爱问家己的，吼、哦，咱爱问家己的，我想我爱问大家。因为到今仔日，还阁一堆人讲台湾民政府是假的。今仔日还阁一堆人讲台湾民政府咧诈骗集团。一个诈骗集团吼，去告美国，美国甲受理呢，甲接一切案接起来，啊，继续运作。这诈骗集团太厉害了，你知道吗？一个诈骗集团吼，两三百个人坐无人机去日本，甲天皇接受。开放给他接受，一个诈骗集团有美国的司法官员来这跟诈骗集团的人演讲，你越想他是诈骗集团，他越感觉，咱越感觉他是荒谬的一件事情，以诸多现象来解释诸多现象的发生跟他是诈骗集团的本质是冲突的啦，好，这是一寡历史资料啦，咱过去第一个案件告美国的，就是这个案件，伊叫暗号啦，吼、哦，伊叫暗号啦，085078的暗号。然后这个判决下 deny 的是讲驳回啦，啊，刚才这个驳回吼、哦，一堆人客客甲讲啊驳回啊，这民政府假诈骗集团，就刚才这点吼、哦，民政府的一堆人拢唔相信啦，啊，有人讲相信的拢笑的。我去跟朋友讲，伊嘛讲我笑诶，永远无代志做。直到这个律师来啦，人家问讲，什么叫定奈？伊甲咱解释，定奈伫即个法律顶面的用词的用意，
跟那個 reject 不一樣，因為東星用英語跟問啦， What mean is deny? How to compare deny and reject? 他就該回答啊，他說 deny 跟 reject 是不一樣的，不是把這個案撤銷啦，不是把這個案撤銷。還有人說美國政府一年中間有萬幾件的告訴你告政府啦，萬幾件的案件在告美國政府啦，你這套啥？有人在說啦，哇，一般人說，對，套啥？那個詐騙集團也有可能去告美國政府啦，那這樣想就太天真了啦，美國人可以告美國政府嗎？可以吧？那有一些民生上或是說社會問題，他有立場可以告政府嘛，對不對？美國人自己本身可以告政府嘛，啊，咱台灣人跟美國什麼關係？是安怎咱会当过美国政府？这个关系呐，无可能啦。就是因为依照战争法，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等等这国际法律，甲咱的关系牵做伙，咱较有可能接到这个咱讲法律的路线去过美国政府啦。咱咧讲的法律是这个物件，啊，你若无关系，要哪过？啊，你要用国家的身份过，敢会使？咱根本就无国家的身份啊。这判决书啦，讲咱活在政治联盟啊！我心头来，我嘛感觉讲，民政府英文歌手拍一个判决书给我看，要搞我骗入来。我心头安尼想啊，判决书哦，这个关键字你甲找，结果上网路我真正互我找到一个判决书，因为法院判决书有足侪的存档，判决书这个判决书有咱的存档，会咱甲下载落来，我去甲比对。也够有影呢，真正有这个物件呢，不是台湾民众家己唬出来呢，哈、哦。啊，自过去到今仔日，足侪新闻，啊有演讲，啊有游行，啊有去开酒会，哈、哦，甲天皇祝寿，去慰灵祭。我来讲，慰灵祭就是日本台湾民政府日本。游乐团，你永远无代志啊！穿西装去佚佗哦，你去佚佗干？穿西装，袂吧？啊！你想要去慰灵祭？慰灵祭吼，咱的观念就是，用咱的观念来讲，就是陪亡啦、堆书啦，就是这个意思啦。因为靖国神社里底藏的是这个二次大战的战败、战死去的遐个人的。咱讲新竹白啊，安尼啦，啊，想咱要去吃，咱想啊，那日本人诶，这关系就来啊啦，这关系就来啊，无关系，你敢会去甲隔壁诶蒙白蒙？恁祖先诶蒙白了，啊，你去隔壁诶，感觉无清气，你也想说甲扫扫诶，甲白蒙干咩？无可能啦，就是因为靖国神社内底有咱台湾人诶先拜啦，诶，英灵彩虹红彩伫遐啦，所以咱今仔日。去慰灵祭，一方面表达讲咱后代子孙的一个追思的心意。第二，咱也甲天皇表达一件代志，咱心民醒起来啊，倒转来啊。啊，无公正经咧，七十年来拢无人知影这件代志啊。你也想讲七十年来，咱的祖先拢无人去陪亡，安尼毋是足不好的？你若安尼想，你就感觉足憨的，对不对？电子新闻报嘛有报啊，这报几个月啊？有人讲啊，你那买广告的啦，是不是买广告的是基础啦？主要是要甲台湾民政府的这个声音，台湾民政府的消息给放送出去。但是也有人唔相信啊。俗话讲完来国州演讲哦，唔是干那国际会议厅尔，国际会议厅我有去听，哎、啊，伊这是去到国州。看咱民政府运作了安怎，咱的组织伫倒位，是毋是？咱迄个判决书进前的判决书讲，美国爱支一起帮助咱运作啊！你敢有咧运作？你敢毋是过了的准度数啊？啊，咱就即个运作啊！这就是伊来咱的国州的办公室啊！吼、哦！啊，这就是国际会议厅啊！啊，咱去听这种演讲哦。台湾人通常
一开始袂惯习啊，因为伊这演讲有音乐会啊，伊种演讲毋是一个迄个选举的演讲啊，伊有一个音乐会啊，几条啊歌了啊，有一个发言人讲一挂话，过个音乐啊，过到最高潮就是伊即个司法官员的演讲。啊，伊演讲的内容就甲咱的新台湾共款啊。啊，即个人来啊，抑阁有人毋相信。讲咱开钱叫一个美国大块来演讲的，啊，所以头壳人，台湾人的头壳已经破去啊，认知已经规个互即个中华民国的观念吼教甲歹去啊，袂晓思考啊。这是咱上界严重的问题啊。好，在记者会，美国的记者会，咱阁去记者会，真正有人讲哦，即、這个真正有人嘛去去。港界所在开记者会，结果是开一个失败。啊，即卖总倒转来，结果呢，倒转来了后呢，秘书胡林讲，互人谣传呐，讲伊是中共的匪谍啦。啊，美国知道他是中共的匪谍，所以他赶快逃回来了。这个话，我哪有人要相信呢？结果这个中共的匪谍竟然又去美国了，开会了，而且还不止去一次。连续又去了两三次，那这样谁说的话是真实的？大家要去思考啊！啊，你那真正中共的匪谍哦，你有办法逃出美国的海关吗？如果美国知道的话，你有办法逃出美国海关吗？大家要去思考一下啦，哈、哦！哇，港湾这个律师啊，啊，这个日本的那个酒会啊。日俗，咱来讲日俗哈。法律新闻的经文，咱今仔日咧讲，你是台湾人，你是本土台湾人，咱咧讲的是法律的、法律的啦，哦，法律的个定义哦，唔是讲啊，我住伫台湾，我住伫桃园，我住伫台中，我台湾人，唔是即、這个讲你住伫倒位啊，哦，咱咧讲法律上的身份的根源，啊，遐爱有一挂经济的文件的。经济啦哈，咱先看了解一下，伫这个期间，对明治开始，明治天皇，哦，一直到昭和期间，咱台湾发生足大的变动。那对咱战败，不是日本人因战败哦，是咱战败哦，因为咱是一个集合体啊。人战败拢啊，恁战败啊，我即马来挖这個中华民国，啊，所以我赢。咱台湾人都死伫遮，中华民国来的时候，咱就一群人、一群偷人去挖中华民国，讲啊我赢啊，啊其实是家己输啊，啊唔承认败，讲我赢啊，就去挖因，啊造成咱今仔日的局面。来，咱看条约的形态，古早吼，条约的形态拢两个国家对国家的法人对签的啦，国家，然后有皇帝，国家皇帝一定是安尼。啊、皇帝敢会落来甲你签？袂啦，一定是派人啊，授权伊的大臣啊。哦，这个授权伊的大臣，这个是条约的形态哦。你也看，这嘛是条约的形态，甲咱有关系。明治时代，明治天皇的时代就是明治维新之后，整个日本的国力哈、哦、为部落式的国家哈，成为现代的科技的国家了，成为现代的科技国家。啊，咱就是对这个时间开始，对这个时间开始，啊，对这个时间开始，这条约签了啊，台湾是日本占领的，对不对？是不是？是的，举手。对这个条约之后，台湾属于日本占领的，请举手。啊，放下！啊，这个条约之后，台湾属日本治理的，请举手。啊、哦、呵，占领跟治理，咱都拢分袂清楚啊。好、哦，咱都分袂清楚啊。啊，台湾土地佮属于甚物人诶？台湾人民诶吗？还是中华民国诶人诶？还是日本人诶？
日皇诶，这问题吼，你也去过外口的人解决，无上过课的人甲讲吼，人讲你笑诶。咱台湾是日本天皇诶，啊你是咧创啥？你头壳是发生啥物代志来哦？天皇是伫日本诶，和咱什么关系？咱都唔知影迄规个破是啥物货啦，吼。我们看一下那个难民都知道，难民就是中华民国来家，因八年抗战的因呐、然后害他，你一个人当日本人不反对，你在功利点会啊？你当过日本皇军，你说我要回日本当日本，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台湾人都去当日本人呐、我现在的动心，我做记者做一辈子了，就将来哈，可能。日本要再回归台湾，然后对付大陆。美国现在还没有点头，美国要一点头就是如此这般。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不是国民党卖台 那个真的是李登辉先生卖台、傅大哥把台湾卖给日本。好，难怪掉。伊咧批李登辉先生啦，好，因为李登辉先生讲我日本人啊，我的祖国是日本啊，对不对？对嘛，好，咱问题过来啊。伊的祖国是日本，伊93岁啊，我阿公94岁，大一岁，伊还佫伫咧我阿公即马伫天国啊，伊的国籍伫天国，吼、哦。哎，伊讲伊的祖国是日本，我阿公的祖国嘛是日本嘛，无问题嘛。我阿公的祖国日本，我爸爸的祖国咧变中华民国咧。无移民哦，咱的人拢无走哦，啊，咱的国籍煞祖国煞变啊，变中华民国，这就是教育给咱的思想啦。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迷失了我们的身份，然后被牵着到处玩弄、压榨，安尼啊。所以他都有讲哦，其实因拢知影啦。就是无意之间、有意之间，改讲出来。啊，咱呐不要看这个媒体啊，那种矮的讲笑话啦。一共不能把所有台湾人拉去当日本人啊，所有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啊，本来就是日本人啊。我阿公他是日本籍的啊，那我爸爸突然间变成中华民国籍，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咱用这种人权的，吼、哦，民诶迄、那个。咱讲诶，林权的这个角度啊，去戈壁讲，大清帝国大皇帝、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加伊藤博文、陆奥忠光、李鸿章、李金芳，这是授权呐、啊，这个是授权啊，让他们对签的啦，下官李家啦，条约的名字都是。以地名签署地名，哦，南京条约的是伫南京签的，北京条约的伫北京签的，哈、哦。因为啥叫马关？因为古早吼，拍杠啦，哦，拍杠啦，这个伊叫做简称是马关啦、啊，这有伊的一个原文日文的这个脉络啦，哦，这个脉络。这时阵日本开始抵立台湾了。但是他多迄个傅达人伊讲，日本1895年开始占领台湾，占领是啥物事呢？两国相拍，我拍到你的领土，迄个开始算占领，迄种叫做占领啦，军事占领啦，啊未签和平条约的啦，迄叫做占领。啊，人这是挂牛了啊，日本较入来啊，而且日本甲大清帝国咧战争的时阵。跟我拍来到台湾，无啊！咱台湾是当作红南山巴迄种挂起的啦。但是迄个时阵，因真用心咧治理，当然对反抗伊的，会去用武力对付，这是一定的。过去的殖民帝国拢安尼，啊，因这阵人反会抗日的嘛，伊就讲啊，什么莫纳鲁道嘛抗日啊。反日跟抗日的不一样啊，等于说你的政府的做法我不同意，但是我反抗你，这个不是表示说抗日呢，但是也把这种相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啊。
说哦，你看莫纳鲁道也是抗日，他就这样子想啊。可是你要想哦，如果反对的就是抵抗啊，咱今天你在反中华民国是不是我们是抗中，所以我们是抗中分子啊，刚才我们用这个逻辑来说，1895年都要抵这个明治天皇的时间嘛，对不对？钓鱼台什么人的？说日本的、那个中华民国的人会说会跟你反驳，哦，我不是中华民国的，啊，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跟你反驳，不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我们中国的，啊，本土派说不是，是我们台湾的，啊，日本说不是，是我们日本的，啊，到底谁的？不是你说谁的就谁的呢，要有根据的呢，哦，来，这个时候中华民国八年，因为一群人跟洪泰一样啊，落海难去给人救起来，让这个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这个尖阁列岛就是钓鱼台啦，就是钓鱼台，哦，这个人救起来啊，他过当年，他过当年用这个感谢状把这个人说多谢，这样他说日本帝国冲绳县啊，钓鱼台上的日本帝国的嘛，对不对？啊，自这个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嘛，1919年到今天去2015年，敢有战争？中华民国跟日本敢有发生战争？无呢，无发生战争。啊，日本敢有把尖阁列岛卖给中华民国？嘛无啊，从这个时阵开始到今仔日拢无发生战争，嘛无没有中华民国，伊发生战争会产生签条约挂念的问题嘛，啊拢无啊，啊原底是啥物人诶，就是啥物人诶嘛，所以卖用叫着啊，真该要死，中华民国着啊，真该要死，拢无效啦，拢无效啊，因为根本都无这个问题啊，迄只是因家己讲爽诶啊，今仔日。中国嘛是安尼想呢，伊讲台湾是我的，一直讲台湾是我的。啊，伫咱即倒来即、這个，咱讲流氓政府，伊也甲咱洗脑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到现此时，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牵手甲做伙，规个就赶过啊。咱若安尼想，咱若规个就赶过啊。啊，有个人无爱安尼想，讲我是台湾，毋是中华民国。但是一群人，咱讲绿营的本土派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啊，咱跟皇赶过啊，天皇的土地，所有的土地，所有的物件，拢是属天皇的，这就是财产所有权呐。但是天皇无法度管理所有的土地甲财产，所以呢，钓鱼台属宜兰厅。诶，这个行政范围，宜兰厅是台北州咧管的，台北州是总督府管的，台湾总督府，台湾总督府是天皇的，天皇指派的单位管的，所以它是有脉络可循，它是有一些层级的啦。那直接讲，钓鱼台天皇的，啊，台湾天皇的，跳上紧，人看听无啊，啊，所以伫咱遮咧听法律，伊我会甲大家讲。一层一层分析出来，安尼的，他了解是啥物事啊？咱注意个看哦，这两个期间刚好是二次大战，咱都有参悟到呢。咱秘书长刚有咧问，台湾刚有参加二次世界大战，我拄好问到的时候，我嘛摇旗呢。他有，我都无参加。对啦，我无参加，因为我年岁还未到，所以无参加。我若讲的时代有参加呢，伊去做，伊伫日本时代是做海军天神队的队员呢。伊在生的时候，阮等伊屏东的时阵，拢会甲伊问伊少年时代的故事。伊讲的故事，甲国中吼、国校啊咧教历史完全倒边。我甲阮阿嬷问，啊，恁较早空袭的时阵，啥物人甲你空袭？啥物人？
多少人唔知呢？咱从教育污染咱的历史观啊，吼、哦！来祖国的证明文件，咱来注意下看哈。护照，这大清的护照，大清的护照到相片，无相片啊，就这张纸尔。我请问，你摕一张纸啊，写你的名，写你的一挂资料，啊，你甲过海关，海关的人民的人啦，吼、哦，迄移民官免啦。知影你是不是这个人？怎么知道？很难知道啦，除非他描述的很详细啊。啊，这张要讲啥？咱来看，大清国要来日本国台湾，咱属于日本天皇的证明文件。伊是要来日本国台湾，唔是要来大清国台湾的。咱注意下看。这就是基本资料。会问你的住址啊？你住伫倒？应该袂记哩吧？吼、哦，爱看你的身材啊，看你的面色啊，啊、哦，看你的眼色啊。这个就是文件啊。一直到大清过去啊嘛，到中华民国，嘛无相片嘛，对不对？但是这嘛记载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七星郡北投庄75番地，日本属地，台湾属地，日本的证明文件，这拢是文件，到迄个时阵到即马拢无改变啊！你看日本，咱的祖国，白白护照，人有相片，人有相片，一张看赢几啊百字，是不是？看了就知影你啥物人啊？啊，看了知影你啥物人，就知影讲哦。你要去倒位？你要做什么代志？通关啊，这么写嘛？伊要去这个支那，支那伫倒位？支那就是 China， CHI 支记 C 啊 ，NA 那 C 那，还是讲支那安尼？较早我哪讲？因的时代啦，有一条歌叫做什么？西南农药路，哦，中国字啊，你有听过？哇、哦，西南农药路，吼、哦，我嘛唔知影迄条歌是啥物话，我是听一个阿伯听，像我较知影。是啦，从这个咱即摆咧讲中国啦，但是呢，这字呢，较下伫 C H I N A。因为 C H I N A 发未出来中国人的字啊，啊，中国是啥物来？安怎来？中华民国简称中国来啊。来，就是伫这个时间点，历史世界大战，天皇落了诏书，这个时间点开始，台湾为殖民地转变作日本合法的土地领土了，就是对这个时间点开始啦。这嘛是文件，你敢人讲啊？我正牌啊，这拢卖卖拢无准绳啊，拢无准绳啊。朝鲜台湾哦，伫遮讲，咱会当加做帝国议会的议员，发布了哦，免啦实施，用宪法实施啦，这就是宪法啦，准咱台湾住民参政。咱会当参政是啥物货？咱就是正港日本公民啊，在日本帝国迄个时代，佮叫做臣民啊。吼、哦，就咱亲像伫美国，你摕绿卡，佮摕公民证是不同意义的，变变拢爱纳税。但是绿卡的人袂当投票，袂当参选，而公民证的可以。差异性在这里啊。啊，所以帝国议会宪法啦，啊，帝国宪法啦，三星诶，过去的国家无宪法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不对？过去无宪法啦，但是有皇帝的时代，有国王的时代，伊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啦，但是这是不成文啦，啊，要改成文，改变作宪法来治理这個国家，就要召集因家的大臣，啊，编这宪法。啊，经过国王的宣调，
哦，而是讲那个诏书让这个宪法成效了，所以叫做君主制宪的国家啦，这一点宪法啦，而是讲君主立宪、立定宪法的国家啦。过去咱阿公阿嬷的时代，就是这种国家啦，这个体制依然还在运作了，只是我们战后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地输到咱今仔个局面变安尼，但是咱无爱做。咱无爱去约这个历史，咱就唔知咱的身份是啥物货。伫迄个时间点来开始，咱就是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合并的领土啊，合并领土。殖民地不可能永远都是殖民地啊，它总会有变更的时候啊。这嘛是文件呢，你有去签新闻证有无？有啊。啊，你就是去签这嘛？啊，未发生这件代志之前，你敢知影有这？无人知啊，我嘛唔知。啊，过我去申请出来，发觉讲，哇，我原来我家族有这份资料哦。你开始有那种找到根的感觉啦，找到身份认同的感觉啦。我来跟阿公是，当时出事的哦，啊，哦，其实你那种差不多代情啦，代情出事的，哦，啊，过来。差不多六七十岁，这就是交合的。嘿，我爸爸在交合，跟我也是交合的。哦，啊，你注意看，这种一挂记录，叫一个福种族，福是啥物货？有人讲福建呐，有人讲福建呐。啊，你来看了这個，中华民国来看了这個，哦，这好用，这起来用。啊，这是啥？这不是穷，这是缠，缠绕的缠。白卡啊，什么时代有白卡？大清帝国的时代啊，哎，咱唔通讲清朝呢，唔是明朝，唔是什么朝呢？迄种是时代性的部落式国家，时代性的部落式国家。大清帝国是满洲人，伊是满洲人，因殖民了中国啊，所以什么人？开关迎亲兵，啊，吴三桂嘛，啊，迎亲兵进来干嘛？表示亲兵本来是外面的嘛，啊，亲兵进来征服了中大中原，把中国殖民呐、啊。但是中国人吼，未见晓得，未见晓得遮，咱若拍赢伊诶，伊就讲因对方汉化，啊，拍赢伊。交代一直过写历史的人的，你若汉族的，拍赢的第一个皇帝，汉太祖还是汉高祖，有无？唐太宗，拍赢伊的拢叫伊祖先啊，祖公啊，有无？你看迄皇帝迄种封号就是安尼嘛，明太祖到明朝，宋太宗啥物拢安尼啊，毋是祖就是宗啊。怕呀也能给祖宗啊。那看福叫天呢，天是啥？天族，而且最近少年人在讲的天龙国，不是，他这个是记载着，如同现在的健保卡，就是记载你的健康状况，你有吃鸦片的血就写那个鸦。啊，你有种天花的就写天，哦，一个国家伊要治理咱台湾，甲这个户口名簿，还是讲户籍成本写到这么详细，你讲伊是殖民吗？咱来好好思考哦，这敢是在殖民哦，还是他在帮助我们提升、治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更进步的国家？咱头壳内底爱改变啊，但是中国文化这套无效呢，这套就是一直在打掉重练，打掉重练，所以咱讲所谓的雕呆，就是一直安尼打掉重练，一直打掉重练的文明留不下什么好东西啊，通常留下来的都是坏东西，不好的斗争的，所以才一直打掉重练，一直打掉重练。你像迄人个罗马帝国，几千年的。因乱是来得咧乱了，但是因咧
整个文明都延续的，希腊、波斯，这种是几老百当的呢。好，再过清的种族，清的、清朝的，咱讲大清帝国的，再嘛有汉的，佮有蜀的，蜀是啥物事？蜀就是石番，石番。咱所有的台湾人拢番啦，无汉族啦。汉族也是讲你是河洛人，你是客人，还是你是就是用迄个符啊？用这个符，还是用迄个广，甲你分类啊？但是咱唔是这啊，迄是中华民国来，甲这个历史甲改过。过去咱西海岸的拢平埔族啊，啊西海岸拢平埔族呢，像那有福跟广的差别，像又有熟的差别，就是过去呢，大清两百十二年的地利吼，你有要做官无？台湾人爱做官呢，啊你来读汉学，啊来考试，迄个时阵汉学的发音就是咱讲的河洛话，啊你会当。吃头路，吃公家头路，比较你伫遐咧写路啊较好啊。嘿，路啊不是袂走来固定互你写嘛，但是你吃公家头路真好啊。以番治番，以熟番治，什么番？有青嘛？有色，色番啊，就青番，就是安尼。我阿妈较早咯，拢红骂，讲袂通哟，青番。这个有典故的呢，写宽的是讲吼，福的还是广的，你只会说咱讲的河洛话福啦，啊广的是咱讲的客家话，啊你忘记你的原来的母语了，所以你是讲这个福这种河洛话的语群，就是你讲这种话的一群人啦、啊。所以有啥物客庄、河洛庄，我有一个阿姨客人，伊甲我讲，我河洛地呢，我听无啥物叫河洛地，就是你我后来我才讲，伊讲伊河洛地的意思，就是讲伊原来唔是河洛人啦，但是伊学河洛话，所以伊讲啦做河安尼啦，叫做河洛地。有人讲客地，客地伊本来客人，但是拢无咧讲客话，伊听有会晓讲，但是无爱讲。一个人讲的就是河洛话，语群就是安尼。啊，熟是啥物事？你拢会晓讲，你要搁保留你自己原来的族群的语言呢。啊，生就是我只会讲我自己的母语，我不会讲河洛话，也不会讲客语，这种叫做生。哈、哦，但是日本时代无叫生番呐、啊，还是咱的，因为有熟番嘛，所以。那个，他们被定义为高沙族啦，高沙族。所以你也看哦，有色、有青、有青、有汉。咱讲咧分种族，你先真清新闻讲，你若有日本时代或者根本，咱讲咧分种族，我们没有分种族呢，谁都可以申请，只要能够证明你的祖先是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了。所以我们定义是这个啦，1945年9月2号以前，原来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以及他的后代啊，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咱提出来啊，这个定义这个条件之下的就是。可是现在吼，咱对的问题是啊，惨啊，我哪讲这边不是呢，是1945年以前那个时候来的所谓的中华民国这些人，安尼免怎，我套人嘛，套人就一半。所以，这个问题还搁倒转来问您，我那是一半的尔，干那阮阿妈迄边，还是讲干那阮阿公迄边有这个户籍根本的，敢会使请？会使请啊！迄越南过来都有咧请啊，爱这种也袂使请，就奇怪啊！恁今仔日要请这个物件，是看你的认同啊！你若甘愿做？中国人啊，你就卖签啊，还是要做外国人？咱讲本土台湾人以外是本土，对咱伫这个土地，本土台湾人是
咱本土的，咱讲的这个区域，好了的居民，除此之外都叫外国人嘞。啊，看你的认同嘛。所以那我一挂人讲，我有一个朋友啦，我是外省人第三代，哦，我第三代哦，啊，我们的本省人一千代，因为周先生我的家。袂人，即摆要讲的，就是讲，遮个人的思想，就是因来啊，因活伫遮，无论因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诶拢出世伫遮，活伫遮、食伫遮、啉伫遮，甚至死伫遮，伊抑阁认为伊是外省人诶。解读诶，阁来解一个问题，毋通讲你外省人，毋通讲外省人啊？因为这个语言吼，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啊。唔通讲外省人诶，因咧唔是外省人诶，因咧是外国人诶。因为你讲外省人诶时阵，你会产生一个问题点啦。哦，咱举例啦，你山东外省诶，我啥台湾嘛，所以唔只有外省诶区别。啊，你广东啊，我台湾，所以你外省诶。啊，你山西我台湾，外省诶。啊，所以你一省我一省。咱顶头一个国家呢，迄是啥物货？当咱咧讲你是外省的时阵，咱咧顶头有一个共同概念，那个是什么东西？中国呢？你咧讲外省的时阵，迄、那个当下的同意，中国拥有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啊啦。但是足奇怪的问题是，变外省的，因。广东对山西，伊袂讲你是外省人呢。啊，伊说我别，那讲立场来讲，伊是外省人啊。因广东甲山西都无共姓，伊就嘛是外省啊。但是因所有无共姓的，拢全部加起来，因拢统称外省人呢。所以这个语言上的运用要很注意啊。哦，好，咱来看祖国的建设啊。过去他多少缠的是白卡嘛？日本人来甲咱解缠族，会甲咱的查某人拢改组织起来。推广说，人去白卡这个观念是无好的，你白了，你行路无好行，是安怎？因为这是一种女性的女权的平权运动啊，这是一种解放运动啊，让查某人会当出来社会，对经济、对社会面有生产的能力，经济是不是就会提升？哦，你蛮看菜市啊里底女性居多呢，遐卖菜的。卖遐有诶无诶，但大部分都是女性诶。过去你看，咱拢穿这种衫裤。过去车站拢这种设计，神社，这个鸟居啊，咱头前这个鸟居啊，这神社里面的定义就是讲，这个是天界与人界的入口、出入口了。哦，这个鸟居啊。这只趴下去七十年，最近要上来了，要起来了。因为林佳龙讲要给拆起来，这嘛是鸟，这嘛是啊神社啊。较早哦，过来八间那个神社啊，拆到无几间。你看过去这种澳洲式诶，这个建筑物什么人起的？日本时代起的啦。啊，想让伊老下来，因为他跟日本的文化比较远，文化元素比较远，欧美的嘛，所以你看即卖立法院啦，遐五院老来遐建筑物拢欧式的啦，合作真金苦无？台湾世博馆嘛，台湾博物馆遐，遐拢是欧式的，因为欧式的让人家感觉说，哎、欸，你的那个水准呐、啊，你的那个文化是比较高级的，所以那种东西比较能够留得下来。但是日本式的日本元素的建筑大部分都烧掉，因为日式的建筑大部分都是木构造啊，拢烧起啊，拢烧起，有的是无边界苗烧起，自焚而亡啊。你好，相信这个话？有哦，就一个建筑物无来无及的自焚。你若用中华民国的那种经济利益来考量啊，还唔知个什么财团要用要拆的土地啊？啊，迄、那个土地脑，迄、那个高脚底下老掉的哦，那个东西吵不起来了啊，所以啊，就让它消失嘛。木构造的房子让它消失，最快的方式就是让它自焚。
我不相信木构造方式会自焚呐、啊，那都是人为的啦。博览会，你喜欢咱阿公阿嬷时代的参加博览会啊？咱过去博览会是实证，那个看一下哦，施政40年，交合的时代啊，施政40年，然后办一个博览会。博览会那时候的建筑物，我大家讲，这嘛想讲，哎，这个不是哪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建筑物？过去的文明，过去的建筑，拢是日本、青岛国家预算、哦、大量的国家预算来建设台湾哦。你看过迄个卡农迄个电影无？迄个魏德圣的卡农迄个棒球的电影，那头前都。一个日本人坐火车来，伊讲我要来看看我们祖国建设的台湾到底建设的如何，哦，对啦，新竹车头，有无？欧式的都留了下来嘛。你注意个想，车头那是木构造的，大部分拢烧掉呀，啊，拢改个拜拜，安尼四四角角，因为。难民本身没有什么建筑美学啦，因来所去的物件就是稀稀嘎嘎啦，那个是没有受过训练，没有西化、没有欧化、没有美化的啦。过去咱台湾银行有印钱，咱阿公阿嬷时代在签乐透啊。这张不要小看呢，经济规模没有到达一定水准，啊，不然你去伊索比亚跟花彩券看上面哪买买？经济规模没有达到一定水准，这种东西玩不起来啊！彩票局，台湾总督府彩票局，所以你想想象一个画面哦，咱的是大人、老爸、老母，还是咱阿公阿妈？甲咱的阿公、甲咱的阿妈、祖公、甲咱的祖妈讲一句话。我要来买一个彩票，买一个乐透，看咱会当较好过未？敢是安尼？过去就这个时代，过去人在咧升股票啊！我们以为我们现在很先进，以前比我们现在还先进。咱的经济吼，就是对这个时代。到达顶峰啊！哦，到达顶峰啊！啊，到达顶峰之后呢？李主席在整了后，中华民国军属政府来占领台湾，甲咱40000多块，一开始不是40000多块，一开始的钱哦，是美国印给伊换咱的日票的，所以我细汉的时阵，请看我阿公的那些拖里底拢有一种日本钱啊。我想讲啊，他有一种钱，他唔捌看过。啊，阁袂用钱。我做细汉会晓买糖仔的时阵，甲阮阿公拖下来，带日本钱摕去买糖仔，去互头家骂。啊，你去摕这是要创啥？这个袂使用。啊，迄个表示有一个时间点，日本钱换做台票。啊，后来40000多块，40000多块，我迄种毋是我出世的时代啦。40000多块是阮阿公伊出世的时代。阮阿公。94岁，应该是这个，大正，可能是17年出世的。伊拄着40000多块，拄好伫伊结婚前后。啊，伊结婚前呢，去提亲，提亲的时阵，了后伊爱讲，迄个时阵还袂换的哦，还袂换钱哦。伊共借100万，迄时阵呢，已经通膨到100万啊，古台币通膨到100万啊，伊借100万去提亲，啊，伊的丈人就是阮阿嬷的迄个爸爸，就知影，因为阮阿公算善乡人，啊，就知影讲伊是共借钱来娶某的，所以阮阿嬷因这边较好嘢啦，所以伊佫加摕20万，互阮阿嬷讲。你嫁过的时阵，爱挂伊的
聘金一百万，规个拢挂这个二十万，都、就是一百二十万退回去，安尼啦，退回去，哦，退回去啊，所以过了啊，就带带回来啊，拄到四万外一块。迄、那个一百二十万呢，都要换二十块嘛，哦，二十块，二十块啊，二十五块啊，结果呢，伊，我阿嬷咧描述的啦，哈，应该是他的，他跟人家借了那个一百块一百万啦，哎，他换了二十五块，结果呢，伊爱做一件衫。真讲，予每人做一个类，做类就对啦。迄个时阵，四万块一块贵啊，做一件衫27块。所以吼，医生刚刚讲一句话啊，伊讲吼，聘金类唔得啊，唔得每人衫。刚刚讲一句话啊，聘金类唔得每人衫，所以通膨非常厉害哦。伊阁甲我讲，迄个时阵一栋楼啊厝透天的三楼换一碗米，安尼有严重无？咱的台湾人从北下甲讲，规个唔但是什么几张皮尔，北甲剩骨啊！所以经济规个到归零啊！一直到这个蒋经国伊什么十大建设规个讲，什么经济起飞，你已经没有了，当然有起飞啊，对不对？你都没有了，当然有经济起飞啊！你今天看你要飞到哪里去？所以这个经济起飞是一个迷失的，那不是中华民国的丰功伟业呢？那是把你全部的钱都剥削来，那重新玩金融游戏，然后才有所谓的经济起飞呢。然后还站在日本，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设的基础建设上面呢。来，我们看一下哈，祖国情感记忆。1988年的时候，有一出《龙猫》，有看过吗？啊、哦，这个人穿什么衣服啊？这个人穿什么衣服？和服嘛？有穿过和服的，请举手。都没有，真的都没有。这个是小时候的我，有没有穿过和服？有了，突然有了，记忆有没有回来了？想让咱来成就的啥？就想让咱来成就的啥？有穿过吧？哈，对啊，有记忆有回来啊、哦！他拄啊，大家拢讲无嘛？哎、欸，记忆回来了呢。那是我来了民政府了后，无张地去看到，哎、欸，哦，一张这个啥？我才想起来，这个记忆才回来啊！这伫高雄大比湖啦，那穿陈青梅啊，遐翕的。这是冬天哈，夏天不会穿这个，啊，这是冬天。我阿公阿嬷因的是留日本教育啊，爱搞穿这啊。今天衫唔是为着我做诶，今天衫是阮叔伯大兄哦，安尼一直团到我出事啊，都要得我安尼啦，啊。啊，这个就是我们有这种文化教育，才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有用过吗？你有这样的记忆吧？对啊，这个有用过吧？这个，哎，日本人来用的呢，啊，不然较早是古纸尔呢，大清时代呢，古乌纸尔呢，啊，纸即嘛是嵌挂起来，插一支这個，利用大气压力的原理，这叫做科学啦，用吸的就让个水抽起来，这种个现代化的是这個啦，啊，嵌开是不是较好？较袂有当物件落来嘛，嘿，啊嘛较袂生青蒂，青蒂要有日头才会生青蒂哦，哦，所以这个东西是现代化，日本来带来的现代化，这个有看过吗？哎呀，有无？阮细人有用过嘛？啊、哦，啊，这個、有用过吗？我阿嬷嫁妆就这样。阿嬷可以整哦，我拖袂开，因为这个足精密的呀，啊，你角度歪歪，你就扭袂出来啊。啊，袂歹哦，因为阮放伫迄个阳台吼，然后阳台啊，常常落雨会破雨，啊，拢袂歹，拢奇怪，迄茶拢袂熬，什么茶？
Hinoki 是倒位的茶？台湾的，对啊。因知影通利用这个土地的资源做上佳好的物件，这就是好的文明，好的观念啦。有乖乖帮打无？有哈？记忆有回来了吧？为什么你会挂帮打？因为我们以前睡的是这个啊，哦，咱睡困通铺啊，对不对？困的茶帮的啊，你记忆回来了呢。我们的祖国到底是哪一国？慢慢清楚了吧？有吧？啊，咱在想哦，我即摆在解读哦，我即规过程拢在解读哦，解咱思想的读哦。你困这个，敢会讲头对门冲着、刷着、哦、弄着？哦，磕到，啊！你上蛇的袂使困床边、困门边，啊，上凉的袂使困窗仔边，敢有这种禁忌？无嘛？啊，是安怎即卖有啊？啥物物件去拜啊？啥物观念去拜啊？互咱会当会惊吓这种物件？我今天要甲大家讲的是，恐惧这件事情，害怕、惧怕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用来做政治手段操弄人民的啦，何你会惊？所以二二八的事件，何咱台湾人的心灵有一个真深的惊吓。这个惊吓一直传到今嘛。李登辉第一下要选总统的时候，不是讲阿强会拍来，迄就是拢客别人来惊咱家己啊，因为咱都唔知咱的身份嘛。阿强敢会拍来？我再来讲哦，阿强刚才拍来，哦，咱拢常常讲阿强来拍来，阿强来拍，这种模式啦吼，阿强来拍来，这种模式，那亲像囡仔，咱咧教囡仔有无？囡仔唔捌嘛，唔捌代志嘛，你若无乖吼，迄、那个警察阿伯吼，有无？啊，警察阿伯做衰啊，警察阿伯无做啥物代志哦，阿伯人教囡仔，拢叫警察阿伯来，用警察阿伯来吓囡仔。啊、你若无乖吼，你若讲隔壁一个潘霞嫂的什么人吼，你看隔壁阿伯啊，啊你若无乖吼，罗你迄只恶狗啊，咱人民即嘛就是安尼生长，你知道？过去咱就是安尼用生长啊。你若刀吼什么人吼，阿强爱拍快，你甲迄个物件啊脱起，同款。啊，等个有一天伊大汉啊，哦，有一天伊大汉啊。那个骗囡仔，骗囡仔嘛！你爱食鱼啊？你爱食鱼啊？食鱼会变巧哦，无食会戆戆哦。我啦，赶紧食，赶紧食。哇！你这什么无食？你会安怎？啊，大汉啊，伊知影食鱼啊袂变巧。请问，伊变巧啊袂？伊变巧啊，所以伊较知影食鱼啊袂变巧啊，对不对？但是咱细汉咧用这种语言在教导孩子，不太适当嘞。啊，这一套也用在政治上面呢。嘿，惊台湾人，哎，经济也无好哦。房地产的大哥，股票的大哥，哦，惊到要死。我亲身拄到的问题啦。我这年纪的大部分拢结婚有生囡仔，我生一个，我生两个。啊，问我敢要去生？啊，经济遐歹，他还要少生，都活，根本活袂落啊。我回头甲伊问讲，你若讲生几个？讲十三个，吼、哦。啊，你若讲的经济够较好，甲你比，即马比家够较好。伊讲无呢，咱咧惊啥？咱咧惊是因为咱去用北下做侪物件，互咱的环境无法度好好啊工作，互咱的环境为着两三万块的薪水。爱屈给家己，那亲像奴才共款，互人骂，互人推，互人暴力的言语的对待，要哥，是是是，呵呵呵。啊，好康的是啥？在媒体啦，在演艺圈啦，就一挂哦高科技啊这种。这个通波啦哈。这有看过吧？这卡通里面的影片呢？咱呢是大人较早爆产，
哦，拢是安尼嘛。哦，有这种车有看袂啊？有无？这种较早叫做组装车、拼装车，较早是拢在货咧卖呢。伊到中华民国的时代，拢在派单古下呢。有酒干通卖无？这条歌有听过吼？这个有酒干通卖无？这个物件就是中华民国来了，咱进入一种资源回收的状况了。较早这个人敢有看过？哦，有看过吼？车辆的作用是啥？作用，伊的作用就是悠游卡那一台机器啦，帮你记录你哪里到哪里的车票钱多少，他要现场开那个车票给你啦。因为迄种小站敢那差一支牌啊尔，他没有售票亭啦，所以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在查验你的票开票的啦。哦，就是安尼。有看过这台车无？这是什么车？孔明车就是你中毒啊，卡达车。因为用孔明那个中国的物件去卖有无？哦，组装车对，迄日本时代的讲法，对，迄叫组装车。嘿，咱用孔明，咱敢捌看过孔明骑这个车？啊，是啊，咱会甲讲孔明车。你也知影，咱咧文化教育足深的呢，迄咱已经进入潜意识内底啊呢，哦，迄进入潜意识内底啊呢，是天顶啊，孔明顶，依然无咧放天顶，哦，还是孔明顶，有人讲孔明顶，所以足侪物件是潜意识入来哦，已经灌入内底啊，啊，咱甲这改剪掉，解毒是解这物件，哦。咱较早是安尼学骑卡车，有这个记忆吧？你是安尼学的，举手一下看麦。我天，我尖嘛，你跋倒的，因为迄种车足重的啦。嘿，啊，这个车吼，要个叫做母车。啊，是安叫母车，因为伊会当载重。啊，是安怎会当载重？因为伊叫两个三角形啦，这上盖用的结构啊，两个三角形。这边啊，啊，这还能再当啊，所以无论是烟枪打、把布叉兵、把布的什么乌啊兵哦，还是竹啊台，拢伫遮咧用的嘛。对啊，啊，较早这吼有车牌呢，有一个车牌呢，个咧迄个关节啊，迄个关节啊。好，那来讲美战，美战的根据。第十三条啦，这有一个写 The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这 principle 的意思就是讲主要的啦，主要的、首要的啦。occupy 就是这个占领 ，power 就是权力，占领权力的权力、权力啊，不是权力哦，权力就权力。伊再有写一个哈 ，including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伊讲，伊这 including 就是包含后边这个国家啦。但是呢，主要的占领权的力量的迄个国家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咧讲这物件。美国是离出世界大战战了签和平条约，伊的主要占领权国。B 奖的单位 USMG， 有看过这种车牌啊？有哈？对啊，这么嘛看得到。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底写的，四 B 啊，底只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这个军事的意思啦。M 就是军事的意思 ，USMG 啊，好，军事的意思。这有一个文件吼，又写到，又写到。伊讲哦，坦坦托尔杰伊叫 incorporated， 就是合并嘛。这个 UN incorporated， 这个就是未合并啦，未合并啦。哦，
未合并的领土呢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讲这个、文件的讨论，对于美国来讲，未合并的领土拢是美国军事政府之下咧管的啊。啊，有一篇文章就讨论着台湾的地位啊，这篇文章内底哦，但是台湾的地位呢，唔是为美国的未合并领土啦，因为咱那是伊的未合并领土呢。就会形同关岛，或者是这个波多黎各那个状态一样，那不是伊的他的未合并领土哦，好、哦，伊天龙其实可是美属哎，美属的土地，好、哦，咱是日属哎，无赶快，咱是军事占领地，咱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好吧？李登辉老先生讲的，但是这个新闻哦。报无几摆就无去啊！好加在网络拢有记录，那应该会调出来。这种新闻拢未报几，拢报无几摆啊！因为台湾人未互你知影，你想互你知影你的心事啦。美国地区舰队保护之下，台湾绝对安全了。咱那他讲他对外，中共会怕台湾无？美国地区舰队想要来保护台湾，为什么？哦，有签条约，有啦，跟条约有关系啦。但是咱较问迄较根本的问题啦，谁那是台湾啦？谁那伊要保护台湾啦？啊，他们去保护金马啦。哦，伊太无去保护金马，太无太要保护台湾。哦，咱过来熟客。阿强啊，不是2000几粒的飞弹对台湾有无？啊，最近迄个宋楚瑜，最近人讲伊是泥菩萨，因为规个面拢搞到六个模样呢。哦，泥菩萨，伊讲中国的导弹不是针对台湾人的，这个话足趣味哦。伊迄导弹来吼，会看到人的视网膜，讲哎、欸，你这是台湾人啊、哦，不打你，哎、欸，你不是台湾人。打你，会安尼吗？袂吧，伊个科技遐尼强哦。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不是针对台湾人啊，他在针对谁？美国啦。这个边个拢知嘛？台湾打台湾需要2000多颗飞弹吗？不用吧。啊，为什么还有2000多颗飞弹？他在防御谁？所以从这个推知，美军占领台湾呢，台湾人唔知影呢。那从占70栋啊，美军占领台湾，啊，咱唔知影。中国嘛知呢，中国吼，1958年的时阵有一个文件讲，台湾和澎湖地区，伊不讲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哦，伊是讲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被美国武力侵占。啊，这个符合着美国地区舰队为什么要保护台湾呢嘛？中共伊知影台湾和澎湖地区是被美国武力，其实是军事啦，军事占领啦。哎、啊，结果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句话好小的啦，嘿，你家己咧讲的啦，我们就不是他的领土啦，因为那照你讲，我们是他的领土哦、喔，那台湾澎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哦、喔，伊即马会当。发动战争，改出动来，咱侵占了他的领土嘛？啊，实际上咱用法律、国际法这个路线来看，台湾甲澎湖和中国一点啊关系都无啊。所以，搁倒转头来讲，咱带来迄个恐吓、恐惧那个原理。中华民国是安怎吓台湾人？大概拢选举的时阵要吓台湾人，是安怎？因为刺激台湾人来选举啊，咱摕这张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来选举，你等好这个体制一直伫遮运作，啊，伊就会当持续伫遮，甲咱奴役控制。因为这个体制若无运作，咱今仔日若拢卖玩这个游戏，咱拢卖去选举，这个体制会总定义。印度吼，甘地无？
较早发动一个不合作运动，就卖配合英国的政府哦，做啥物代志，卖做拢罢工啊，等等拢不配合，完全都不配合。逼甲英国爱出来甲因谈判，结果英国互因独立。但是咱台湾无需要行独立的路线，你敢知？因咱台独会出现很多啊，迄种类似迄种外星人的谬误哦，咱讲外星的谬误哦，哈、哦，美战现象啊，这种飞人机啊，美国的军机拢会咱来台湾啊，你注意甲看，这种新闻你也要套啊，也要盖啊。美军抵台救病患，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你会感觉足奇怪。一个美国籍的富人人伫遮有心，特别生啊早产，爱派一只军机来遮载伊去日本就医，敢会赴期？就呆呆妇产科拢关起来，这种新闻足奇怪啊！这种新闻会显示一件事实的代志，就是讲美国军方的飞行机会当落来入台湾啦，但是媒体唔知道要做啥物款合理的解释，啊无编一个这种故事，互大家听听来做都算啊，互你感觉食饭食面哦面单啊，你开讲的时阵讲啊做咸的做咸的做咸，啊咸咸的就好过啊啦，咱拢未去追究这个新闻后边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对啊，反正我们变灾吃了，真正是安尼啊。啊，你注意甲看这种军机落来，拢会有一个普遍的惯性画面呢，就是军机吼。你注意看，军机啊，这个机啊，流氓政权的机啊。你看 F-18 落来啊，有无军机机啊？你拢注意看，拢是这种模式啊。啊，唔过台湾人未晓看，因为咱无受到教育。台湾今仔日欠缺一个启蒙运动啊，和几个台湾人的头壳撑起来的一个运动啊，真正是安尼啊，不是白痴尔嘞，咱是植物人。嘛，咱拢安尼啊，咱是咱过来。我今仔日伫遮咧演讲的目的是唤醒咱的觉醒啦。咱不是干那白痴尔，咱植物人啊，你知不知？咱是拢倒伫普遍一个大间的台湾病院，植物人的病院哈，啊你若醒起来吼，你醒起来要创啥？我给你煮一支麻虾，你搁倒落。你醒起来要创啥？即马恒温的环境足好呢，你唔通醒起来，因为你若醒起来吼，你厝里的人就该接等伊，你厝里人特别摕钱来啊，咱就唔通醒起来就是安尼。啊、他继续奴役我们了。我们看一下影片九，这影片您即马应该得看有啊啦，啊，这影片您即马得应该得看。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的弹头，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放了一年多、哦，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 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看到。然后作战中心在干嘛？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
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资这个外资的这个车子哈、哦，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带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看我吧，美国军机也当到青山岗机场呢。那傅将军，请问你、这个新闻里边还有一条是说，这个不用，这个不用。军机也当到青山岗，军机也当到台南机场，也当得来放核弹头，啊，无核弹头，伊也送去北京敢好，敢会使啦？该咱飞人机 F-18就该停在北京，敢会使？无可能啦！啊，是安怎会当停在台湾？咱就是要个美军占领，只不过伫咱甲美国即个军事政府中间有一站，叫做台湾当局。台湾地理当局，就是咱即摆咧讲的中华民国即个流氓的体制，即个物件砍掉的。啊，伊愈爱，互你毋知，愈对愈有利。啊，你愈参加选举，对伊愈有利。因为这选举的制度会当维持伊伫遮继续活落去，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死去啊，但是伊伫台湾借尸还魂，吼、哦，树咱的花，啊，伊人继续活落去，是台湾人害死台湾人的呢？唔是别人咧害死台湾，咱是咱家己害死家己的呢？咱甲大家讲这个代志，但是阁要阁有人，家己是遮的体制啊，非法的体制啊。当然有人讲我无法度啊，我为着生存啊，迄是个另外一回事啊。即马就讲咱即马觉醒起来，咱爱做啥物代志？好、哦，来，中华民国来的时阵，标志要消灭咱的历史的记忆。好、哦，你也看，啊，做歹代志，搁落记录啊，一叫下。商用台秤多数是日本时代制造，伊拢敢讲日据时代啦。他多阿迄个影片，富达人伊嘛讲日据时代，哦，他话某某某大家，1895年前条约之后，台湾是日本占领，还是日本治理？因的观念拢是占领，啊有签条约啊，搁占领，有签条约啊，要搁窃据，要搁占据，啊无伊咧甲人签啥物条约？伊拢无咧承认较早迄个大清帝国的条约啊，啊，但是伊讲伊继承大清帝国所有的领土啦。你继承财产啊，迄、那个咱讲负债敢卖继承，敢卖？两个拢爱啊。他有讲我好康的他要继承啊，歹康的拢无爱继承，拢嘛爱。来，你也看，秤盖上铸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样。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这些日据时代的遗迹，如桥梁上的昭和某年制造，均予改为中华民国某年制造。这个物件，予大家看落，就笑到你哭卡。你来看，民国前13年呢？民国前13年，请问民国在哪里？民国不存在呢。民国前13年，民国不存在了，然后还写中山，啊，中山又是日本名，刚才中山是日本名，孙中山一个叫中山桥，桥是姓，中山也是姓，姓啦，啊，两个姓，两个拢姓。他人叫孙中山呐、啊，伊是迄个日本化名呐、啊，那个中山桥啦、啊，哦，中山、啊，这嘛是啊。
我要跟大家说民国前这个概念，请问一般人都会问年岁嘛，不直接说你几岁嘛，问过你民国几年有没有啊，你会说什么几年出对不对，那就是到中毒啦，因为咱就是拢吼受着民国迄个观念用掉的啦，啊！就民国情啦，什么叫民国情？有迄个物件，迄种是足好笑的啦。人西元、公元是用耶稣出世迄当做开始一当一年，西元一年做历史的记录年，情迄当之前叫做公元前一年，啊，一直算算算到今年2015年，公元西元安尼。人是用全世界拢用这个公制的编的那个纪年那个记号，啊，结果呢，这中华民国这套的人，我那有这个观念哦，但是用民国迄个笑破人的嘴啊！你爱看日本吼、哦，万世一世2000几代的皇帝的这个制度传得来，平城头前是昭和，不是平城前呢。昭和前面是大正，大正前面是明治，没有大正前呢。啊，那观念我了解哈，所以民国前的观念是足奇怪的呢。啊，你甲套落来，你着趣味啊。大清是民国前250年，你甲套落来着趣味啊。哦，你来看，知道吗？夏朝啦，哦，皇帝民国前4600年。啊，旧石器时代是民国前200万年，迄观念是足奇怪啊！因家己都拢无承认过去，叫你讲民国年要用年号没有问题，但你往前推应该是溥仪啊，对不对？啊，一直杀去什么康熙、乾隆啊，第几年啊，你哪讲你是万世？你哪讲这个朝代你是追认的？应该是这样的理解嘛？啊！你怎么会说民国前呢？所以中国一直打掉重练，一直打掉重练，就是讲中国的文化留下来拢是无好的。功夫一百拍、一百招、一百步，传给徒弟啊，拢会留一步。啊，徒弟啊，剩99步嘛。啊，你甲传落，出永远拢剩一步。啊，所以剩歹的啊，留下来剩歹的。啊，所以你看看繁体字。啊，现在减减的减减变简体字，很多好的东西他们自己都减掉了，留下来都剩道经的啊，攻击的啊，无人性的啊，在那都会出现啊，啊贪的啊，较歹的，我们对较歹的负面的价值观都在那出现啊，认知错乱啊，咱今仔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伫遮啦，台湾甲中华民国啊，白做伙啊，就是这个观念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啦，拢被封杀啦。啊，咱搁一群人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啦，一群人咧讲啊。啊，咱就是因为思想中毒嘛，咱就是中共脑，台湾嘴啊，是不是？咱嘴讲我台湾人，我台湾人啊。但是其实上，咱是中国人的头壳呢，的思想呢。我有一摆，顶世纪的代志啊，吼，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1999年，我去意大利，那是一个旅行团，我伫意大利的餐厅咧食饭，啊，食了，哎，隔壁桌迄外国人一阵吼，唔知有倒来。因咧唱歌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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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唔是咧唱阮的歌吗？什么歌啊？两只老虎嘛，哎，阮这阵那么开始唱两只老虎哦，哎，你两个听啊，真欢喜个，哎，我发觉讲，这条唔是咱的歌呢，这是外国歌改的呢，那有足侪细汉的歌是外国歌改的，哦，还是日本时代的歌改的，哦，像迄个。榕树下嘛是日本歌改啊，做这歌其实它有它的渊源，但是咱唔知道。那当作那是咱的，还是讲当作咱理解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时间的？结果呢，食饭了，我迄、那个离开餐厅，我是最后差不多两三个离开餐厅。意大利的迄个
厨师啊，啊、哦，伊就甲我讲，伊就甲我讲，迄个孔令吉话，啊，我同讲孔令吉话，我讲啊孔令吉话，啊要走的时阵，哎、欸，唔对呢，伊甲我当作日本人呢，对不对？哈、哦，伊甲我当作日本人呢，因为伫迄个时阵吼，日本其实日本要过时啦，但是迄个时阵。日本的这个咱讲外商，世界各国去游览嘛，还是讲去做生意的嘛，是介多。好，因为日本是做强的那个金融体啦，日本还是一个很强的金融体。结果呢，我讲 no，I am Taiwanese。迄阵我要来甲讲，台湾伊讲 Taiwanese，Where is Taiwan？ 啊，惨啊！我记得。老方的英语啊，要跟人解释什么是台湾，我就跟伊讲啊，我就跟伊讲，Japan up Japan， Philippine down 哦，挨的 China left， 台湾 center， 哟哦，我唔知嘢哦，是知啊唔知啊，我唔知啊，但是我甲解释我伫倒位。台湾人今天的困境是啥？咱唔知影咱家己是啥物人，咱掠准咱家己是啥物人，佮外国人解释咱是啥物人，结果外国人嘛唔知你是啥物人。啥物原因？因为咱无找着根啊，咱的根用针等于去接着中国这套来啊。倒一个国家爱去讲解释讲我是啥物人诶，敢若台湾人诶。美国人出去，人家敢会讲，哎，你唔是美国人。没啊，英国人出去，敢会讲你不是英国人？没呢，英国人出去，敢会讲解释讲，哎、欸，我英国人啊，啊，人讲你英国伫对，拢袂安尼解释呢。但是台湾人做 BI 呢，咱底下咧讲咱的 GDP， 咱的外汇存底，咱的什么国民所得外观，但是出去咱也讲解释讲，我唔是中国人呢。全世界起码对这种黄色脸孔的吼，拢会掠准中国人，啊，我还特别讲解释。因為日本人較常住在北邊，佮小看較白嘛，人較好人啊，但是人佮對日語的迄種聲調較好人啊，咱即馬攏講普遍攏講中文啊，啊，所以人當初佮咱當作咱中國人，甚至咱去日本人嘛，當作咱中國人的啊，咱佮特別解釋啊，中毒的現象是啥物事？大家講，咱用這支機啊啦，啊用這種物件講作哦，這是台灣。这是流氓机呢，流氓借款的机啊呢！啊，你给他上网查哦，全球旗帜，你用 Google 个搜寻，全球旗帜这四个字，你找列出来几个网站哦，一定往下哈。这个是民国十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海军旗呢，真正中华民国的旗帜是五色旗呢，汉满蒙回藏。海军旗呢？那是民国嘛十几年的时阵，叫什么？一个什么国民大会啊？什么国民会议改做国旗的呢？啊，咱即马把这个国旗破掉掉，烂掉掉，啊，甲这讲这是台湾，佮人外国人解释讲，阮就是台湾，啊，阮的旗啊就是这支，就是安尼。哦啊，大家这些人，咱感觉因安尼穿差介好笑，伊感觉你穿安尼介好笑嘞。好、哦，有无？啊，外国人嘛讲啊，这爱台湾哦，啊，咱人哦，足欢喜的，足热情的。我们爱错对象了啦。中华民国把我们对这块土地的爱心，咱对这块土地的疼，改转移到他身上，转移到这个体制身上。要把这两个东西绑在一起啊！啊，那卡到中华民国的无好的，伊就讲啊，你看台湾人被欺负啊，哦，咱就捍卫。啊，那好康呢？你看我们中华民国青少棒得奖。啊，那输去台湾篮球队败北。那贪污？台湾政府贪污，全亚洲排名倒数第三，还是说怎样？
啊，来讲贺康诶，什么经济起飞哦，中华民国的经济部安怎上面，你就是拢安尼在用啊，这嘛是啊。中毒的原因就是教育跟媒体啦，这种的拢是中毒的现象啊。啊，这种的问卷嘛是中毒的，加深你对这个中毒的印象啊。头先问的就是问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支持或不支持？你支持吗？你不支持吗？你也问卷差不多拢 A、B 两个嘛，两个选项嘛，支持或不支持？啊，大部分人讲，个性是哦，嘛可能唔是哦，但是是个性较好哦。这就是即马林爷常常咧讲的，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林爷常常咧讲的，伊要甲台湾甲中华民国绑做伙啦，就是要就地合法啦。但是流氓政权袂使就地合法啦。一旦啊，就地合法的例呐，拍开了后吼，世界的地数会乱去啊。是安怎？即卖全世界单一国家上侪人口的都一个国家，都一个国家，中国嘛，吼、哦，伊就不时派2000个人讲，这是流氓政府派去纽约，改就地合法，啊，派去即伦敦改就地合法。派去倒位个就地合法，啊，全世界都中国个啊，流氓政权袂使就地合法啦。来，看看后壁个吼，美国讲中华民国毋是作家，所以最近护照无迄落，讲要用中华民国护照去参观联合国有无？啊，讲用古传，但是媒体就写台湾护照。对不对？哎，咱袂当发了。哦。哎，那你来看，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国务院重申不支持台湾入联。台湾如果入联，就是要成为一个国家。有了入联的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国家才能入联。那不支持台湾入联，是因为台湾并没有一个国家的条件。啊，一堆台独的人想要让台湾成为一个有国家的条件、资格条件的这群人，大多数是所谓的华独、中华民国独立的这一群人。独立自于哪里？台湾跟中华民国吼，两个名词拢在南套南在用啦，吼。那我们看影片五，厅外头排一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关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台湾护照申请表示却要更改国籍。你供台湾护照、啊？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这个事只不过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是好像每年有继续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嘞，这种还要告诉您，中华这个等一下哈，就是这个问题。这种新闻的看有了吧？伊甲中华民国甲台湾名词拢咧套人在用诶，所以咱台湾人就常常伫这個。连结当中啊，咱就混乱去啊，咱家争当，中华民国不是台湾那个争当，所以你也听到台湾呢，名词啊，伊那是负面的新闻，你得改换做中华民国，安尼你就知啊。好，我们看下一个刚刚那个影片。
民国护照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使得中华民国护照现在抢手到中华民国护照、中国大陆台湾免签都开始纷纷写信，中华民国护照台湾免签，一底混用。据说这信件有如雪片一般的飞来。喜欢台湾吗？很喜欢，很喜欢。可你们很人性的是，陆克你一言我一句，说中华民国护照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现在还有对岸人民想移民到台湾来。大陆的邦交国有171个，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给他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收到来自大陆100多位大陆人民的申请，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马总统喜滋滋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哎，台湾护照快到手了吗？两个月就接获408封对岸的询问信，有人批他们写：“马总统您好，本人全家拥护三民主义，愿意为国争取力量。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大陆地区是领土范围。”现在禁掉啊！你注意个看，无论是字幕、图片，还是伊咧讲话，拢把中华民国跟台湾一直交叉在混用，所以我们就被影响。我们就被牵扯在一起，我们就搞不清楚谁是谁啊！啊，外国人真清楚，台湾人真盲目呢。伊无迄个金门人要办美签，国籍下中国，我说唔对。金门马祖的属于中国的嘛，领土嘛，所以他都要无大家看。中共一承认，一认为现在台澎地区仍被美国武力占领，有无？伊无写金门，因为台澎金马，你啊，咱来理解，咱来，你啊，托叫做台澎金马，但是都无写金门妈祖，啊，现在金门妈祖无爱退落来，现在伊无爱甲退落来，伊爱保持一种，有一点黏又不会太黏的关系啦。中华民国这体制还阁爱存在嘞啦。台湾人也敬于这体制，怎样支持伊存在啦？啊，中国梦唔通完全甲伊消灭掉，让伊无存在啊！安尼伊会当影响台湾啊！中国今仔日是借着中华民国体制，借的一群人，一群咱讲高级的，借的难中国难民，借的首长，伫影响台湾规个经济政治啊！啊！那外国人看得清清楚啊！问 AIT 讲，好久以来就是这个问题，这本来就是这样啊！啊，一个讲上面电脑错误，啊，电脑上面哪设定诶？啊，问外交部讲，我们在研究。伊这种新闻太唔该约约一个月、两个月，啊，亲像上面人过星期、上面外星哦，因到上面发生上面处理上面代志。破算安尼一直加约约几个月，是咱无爱安尼个连，因为真若连落吼，台湾人的心水就走出来啊，啊袂使连，袂使约，因为这种封锁掉的。啊，咱即马拢看本色新闻，你敢知？啊，上面人自杀咯，跳楼，1点钟24小时，啊一工啊，二日在遐跳24摆。来，我们看媒体的变势法哈。咱看星星、月亮、太阳，咱用到一支望远镜嘛，对不对？啊，看迄个霉菌啊，看细菌等等微生物，用到一支显微镜。我问一个问题：看星星、月亮、太阳，可不可以用显微镜？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看啊！啊，看细菌可不可以用望远镜？可以啦，看不到啊。我要问的是什么话？可行性跟有效性是无同款的。啉汤敢一定爱用汤匙啊？敢爱？唔免嘛，碗盘开就让啉啊啦，对不对？不过你若是大鼎呢？用塑钢敢会使？塑钢呢？会使啊！你得甲塑钙就好啊，才袂使。无啊！你敢你要啉汤尔啦，嘿啦！我要讲的是讲，看某一个代志，
会用某一种工具、某一个角度是上该适当的。但是你若换掉，可能会看无。哦，看星星、月亮、太阳，当然嘛用望远镜嘛。啊，你若用这种，当然嘛会看无，嘛是会使看啦，但是你看无啦。今仔日网站大家用客家无共款的角度看新闻，哦，咱来看原文件多方对照，足侪拢足侪美感藏在文字当中啊。咱即摆要办美签去美国 AIT 的网站，你甲找，有一个即个美签小帮手，哦，啊伊只吼开始了后呢，你若点英文的，伊这规个变作英文版的，啊一般拢是中文版的。你注意甲看，你是否为美国公民？咱来看英文版的哦。U.S. citizenship， citizen 就是公民啦，啊，哦 ，citizen 就是公民啦，啊，哦，就讲你的父母是不是你出生的时候，他其中一方，哦，就是美国公民，哦 ，citizen， 哦，在你出生的时候 ，citizen 你得给记起来，叫这个公民啦，这个叫做公民啦，来，你是否为台湾公民，并持有电子晶片护照，具备身份证号码，将你登录的英文版。干那安尼尔嘞，伊无迄个台湾 citizen 迄个物件嘞，伊干那 e passport 嘞，但是叫下哦，咱注意甲看哦，啊，哦，你是否为台湾公民？哎，欸，叫你讲，这个所在应该爱出现一个 citizen 啊，对啊 ，national， 伊只出现 national， 什么意思？国民，唔是公民哦。所以有的物件，中文、英文你交叉比对，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现象了哈。这里要查的查下去，好，查下去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会受中文太大的影响，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啊，好，我们受中文太大的影响，没有台湾国，所以。没有台湾护照，来，台湾护照被拒，民进党妇女主任哭，告台湾护照，但媒体拢用台湾人的情感哦，你看我们的民进党妇女部主任拿着我们台湾护照被拒绝了，咱听这块土地。诶，感情寄托在某一些政党身上，然后有这种新闻，加强你对这一份感情关系的联系。啊，哦，护照台护照台湾护照经政策遭拒落泪，供基于出生的歧视，不是出生的歧视，是根本在法律上法理上没有台湾护照，他拒绝的是。中华民国护照，所以你台湾这种负面的、比较不好的观感的新闻，你这个台湾只要改成中华民国，你就清楚了。因为国际间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所以他这种护照就是无效的。给谁赴美签？多马英九说：“哦，我们中华民国的护照。”美国给我们免签，然后全世界两百多国家给我们免签，不是给我们免签，是给台湾治理当局旗下美国认证的台湾这一块的人免签，不是给中华民国护照免签。中华民国护照它只是一个出国的一个文件而已，免签是登在那个护照顶端的一个印啊，一个标志，因为咱客家的。咱无法度啊，咱无国籍啊，啊，咱即卖从改变国籍变作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出国煞必不得已爱摕这本嘛，是安尼啊。来，咱来看这个新闻，这最近这个百年，台女参访联合国出示中华民国护照被拒，赶快嘛，被拒嘛。这个新闻你搁下面甲看落啦吼，你若下面甲看落，伊个新闻是写讲，联合国发言人说台湾人可以持台湾政府
身份证。请问，伫台湾即马啥物人咧发行台湾政府身份证啊？中华民国无发行台湾政府身份证咧，伊顶管下的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咧。啊、哦，无免签证，无唔对啊，但是爱护照啊。免签证行爱护照是无同款意思，签证是搁爱搁登一个因仔签证啊。哎呀，签证是签证，啊，其实嘛唔是免签证哦，他都爱在签证小帮手的是，其实伊是一个电子签哦，一个认证哦，哦。啊，其实应该是安尼讲，起码中华民国的护照有晶片式的啦，那个晶片式的哈、哦，一插进一感应到，就全部的系统都连线在一起，他会知道你的身份是谁了。伊知你的身份是谁，所以咱即摆讲电子签，电子签就是迄个物件。其实唔是免签证啦，哦，其实唔是免签证啦。啊，这个新闻哈、啊，讲这个新闻呐、啊，这个中华民国来，咱的媒体写的中文版，我去甲比对英文版内底，并无写台湾政府身份证哦，伊干那写 driver license， 就是。尬叫啦，啊是 others identity card， 就是讲这个其他的有法多证明你身份的证件。啊，咱今仔去办这张出去，秘书长无讲，咱会当出入这个美国的一挂行政单位，就是这个证件是有效的啦。来，免签计划。这个免签计划哈，咱拢就是免签呐，因为这个中文的中文的诶迄个诶翻译变作是安尼嘛。啊，你注意下看，叫一个一啊。啊，这个一其实也当个点落，你网页也当个点落。用这个 VWP 这个计划哈，来自于37个参与国，一个点落嘿，会招出一百亿，会招出一百亿。但是一百亿呢，咱看无啊，咱看无啊。这是加马西，叫做台湾加一。较早呢，这是台湾刮胡 ROC。我是2011年的时阵出国去美国办签证，迄个时阵爱办，哦4-5千块，啊，回来了煞免办，哦，其实差足多呢。啊，这个点了了，会走出一百亿。伊讲吼，这一个计划里面所提到的国家应该要注意，就是这个台湾关系法啊，以他提及的外国政府类似实体的时候，这个词汇应该要包含法律适用的台湾呐，啊，就是讲这个法案是应该要包含台湾，但是呢，这个里面讲到这个法案里面讲到的国家呢？之外，应包含台湾的，就是讲国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容纳可以纳进这个法案的，就是讲所谓的免签计划啊，这个美国也选择嘛，这正确的文件都选择讲符合一个中国的政策啦。啊，这个台湾依据此政策，台湾保持着非正式关系啊。所以唔加，你甲看这個。你就知影这个新闻，来，沈女群，伊讲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非正式，唔是外交关系哦，是非正式关系。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台美关系法的关系啊。不是国家跟国家的外交、啊、所以我们没外交部，我们没政府，我们没教育部，那是只是一个台湾地理当局的外壳这样而已、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今天到这里、哦、希望大家赶紧帮助我们的亲人朋友唤醒他们，这会为了我们的未来，这会打拼，多谢大家。